水袖是运动的画，水袖是与音乐结合的诗，水袖是现代文化理念与多媒体高科技相结合的高雅文化艺术品。设计目标，要做就做最好的，国际先进，西南第一。设计主题，宏伟壮观，优雅柔美，新奇独特，本地特色，以柔为主，刚柔结合，艺术趣味，雅俗共赏。设计理念，碧阳湖多媒体水袖萃取，迪拜音乐喷泉之精华，本土特色，多媒体技术应用。设计要素即喷泉、火泉、激光、照明、音响、水幕电影为一体的现代大型彩色多媒体音乐喷泉系统，先进的智能建筑控制系统，情感音乐喷泉控制软件，主要由13种新型创意、变化万千、本土特色的水袖组成，包括一柱擎天、同心向导、江山多娇、星火燎原、雷霆万钧、总溪河景、千手观音、杜鹃花开、黑颈鹤亮翅、织金洞、激情火把、百里杜鹃、草海胜景等。第一篇章，美丽毕节。Show
二篇章，热情毕节。三篇章，梦想毕节。你在倾听，我在倾听，一个声音在历史传扬。我在追寻一个夙愿，让民族振奋。啊，这就是你的梦，这就是我的梦，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梦，中国梦。
在星河灿烂的长河中，通过多媒体水秀打造，毕节的新形象、新理念、新文化将再次浮出水面，为这一世纪性的旅游、休闲娱乐、历史古城再铸辉煌。多媒体水秀必将成为毕节市的标志性建筑与新名片，响彻祖国大地。